大家好，我是林姐妹，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那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的四到五章。那你现在看到呢是本周的第一个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读到的经文会是要谈的是耶稣基督他在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呢，撒旦就来引诱他，所以呢我们要谈到这个部分，还有从这个部分引申到我们自己到底要怎么样去抗拒诱惑。好，那在本周的导读里面呢，救主就运用经文来抗拒撒旦的诱惑，而且他也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做见证。然后他似乎耶稣就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肩负了独特且神圣的使命，所以在他展开他的城市的传道工作之前呢，撒旦就试图要在救主的心中引发他的怀疑。所以 他问他什么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好，两次用这样的话来试图要试探他。好，那但是耶稣基督早就已经有跟天父有沟通了，他们有互相的交通，所以他们有我要讲，就是耶稣基督不是真的是平白就这样出去传教，他一定已经了解天父的旨意很清楚，他才可以这么做嘛。然后他也通晓经文，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当撒旦提出条件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的时候，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救主就已经用他自己的一生的时间来做准备，让自己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尽管他面对试探考验，而且遭到拒绝，耶稣基督都从来都不动摇，而且他坚守指派给他的事工。然后他就说，我必须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好，所以他很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OK， 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经文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跟路加福音的对不起，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因为约瑟斯密有对这个部分做了那个修正，所以如果有修正的部分，我就会念修正版，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把所有的经文重新念一遍，然后也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好，第一节他说，然后耶稣被灵带领进入旷野与神同在，接着他完成禁食四十昼夜，并与神交谈后，他饥肠辘辘，同时受到魔鬼的试探。然后在第三节他是这样讲的，他所以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所以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他在他很饥饿的时候，所以他就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在他饥饿的时候就可以说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好，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回答他的。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话。好，所以食物很重要，但是呢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他说什么？是靠神口中发出的一切话。好，
如果我们会有诱惑，其中有一个部分，可能第一个部分就是食物 ，OK， 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很严重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的确有智慧与这条诫命，帮助我们很谨慎的选择要进入我们口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耶稣就显然很清楚的告诉他们，除了口中进去的以外，进到我们的脑海中，进到我们灵体的部分的食物也很重要。好，灵体的粮食也很重要。OK， 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才需要粮食。好的，然后再来呢，他又说了，好，第五节。他就说，然后耶稣被带进圣城。好，耶稣被带进圣城，然后呢，灵把他放在圣殿顶上，然后魔鬼就到他那里，并且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你要吩咐神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趾碰到石头上。好，所以呢，他又来了。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他就说，你就可以跳下去。好，你就可以跳下去。好，这件事情呢，师父在说什么？师父在说，如果神真的爱你，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问题，所以你就可以去试着去做危险的事。好，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会想说啊，我有神的保护吗？的确。当我们遵守诫命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神的保护。啊，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富有的人，他要请一个那个车夫，所以就有了三个人来应征。第一个人就说啊，我可以那个靠近那个悬崖边5公分，我都还不会掉下去，因为我的技术非常的好。那第二个人就说，我可以靠近悬崖边1公分。我也还不会掉下去，就是我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三个人说，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是会靠着那个安全的路谨慎的走，所以你不会发生危险。好，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去做危险的事，常常去如果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 party，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人在抽烟喝酒用毒品，然后呢他们就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还要去，或甚至这些人的关系都非常的混乱，你可能会有违反贞洁律法的事情，那你还要去，那当然会危险啊。尽管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终有一天你就是会违反诫命。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去做危险的事，一定会有危险。那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答复他呢？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所以你要去做危险的事情，是不是？然后神子的建议就是，不可试探神。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去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危险，都不会都会被保护，然后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OK， 夜路走多了，终究会遇到鬼。而最好的让自己安全的方式，不是去试探神，而是让自己在那个安全的地方。OK， 所以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跟我的学生，我们在做那个英文的阅读测验，然后呢，就是一个女生是第一个开飞机，第一个跟别人一起上飞机，然后第一个自己开飞机的人。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后来他一定会死在他的飞行这件事情上。
果真呢，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独自去做那些非常危险的事情。当然，他就是那个 record breaking， 就是他就是创纪录的人。对，他也后来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因为应该他就是飞行的时候发生了危险，所以也再也没有人找到他了。你知道吗？是很会游泳的人很多就是溺水，然后很会爬山的人很多人就是死在山上，或是因为爬山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然后这个飞飞机的人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就是因为他们永远在追求挑战，永远在做那个很难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于是他们就真的遇到危险。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让自己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一直去寻找那个不安全的地点，不安全的事，我们就真的会不安全。OK， 好，所以这是我的建议，站在安全的地方。所以，先知有很多，先知就会告诉我们，站在圣地那里好安全，真的。好，所以呢，真的不要试探神。再来呢，在第八节，接着耶稣在灵中，灵又带他上了一座极高的山，在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显示给他看。魔鬼又到他那里，并且说：“你若服拜我 ，OK， 你若服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好，来第三种试探来了，就叫做荣华富贵。好，啊，荣华富贵，所以你只要拜我。啊，拜我，拜撒旦，他说我就给你，我自己觉得很好笑，好不好？那个耶稣基督才是整个世界的创造主，神才是整个创造拥有这些的人的人物，撒旦怎么可以说我要给你？但是很多人真的不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呢，当有机会可以获得荣华富贵，他们去拜谁，我想很多人就根本都不在意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要单拜主你的神。单拜主你的神，好，所以呢，我们只拜唯一的真神，不是吗？所以在那个十诫里面就有讲到啊，就是不可崇拜偶像，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会有食物的诱惑，我们会可能会有去受到试探，去做危险的事情，或是我们可能会有荣华富贵在前面等我们，说如果你离开你的教会，你就可以获得这些事情。好，我自己想要说的就是，你看哦，从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到，连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都会受到诱惑。所以呢，我们受到诱惑，真的内心不必要感觉到有罪恶感，因为即使一生中都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也受过试探，但是呢，他受过试探，他克服了，所以他真的了解我们面临诱惑，然后也知道要怎么样帮助，应该说他知道我们面临诱惑的感觉，也会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诱惑。所以经文里面就有教导说，耶稣基督他真的经历这些诱惑都不予理会。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只要我们不理会就好了。好，不理会就好了。那记不记得在摩尔门经里面有讲到，就是他们走在那个道路上有铁杆，可是因为走的时候那个广下人就一直有人嘲笑他们，
然后李斐就说我们不理会他们，因为 理会的人后来什么就都离开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不会很容易，但是我们会需要准备。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学习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去抗拒诱惑。好，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再来，我们要讲到就是经文。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会有食物的诱惑，我们会可能会有去受到试探，去做危险的事情，或是我们可能会有荣华富贵在前面等我们，说如果你离开你的教会，你就可以获得这些事情。好，那耶稣每一个部分都用经文来回答。OK， 所以他就说，人活着是靠 神口中 发出来的一切话。他说不可以试探神，他也说要单拜主你的神。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真的经文很重要。那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这些诱惑吗？那教会的领袖是这么说的。那七十元凯利詹森长老他就说，他说经过准备，救主的能力增长，能够抵抗撒旦的所有诱惑。他说当我们跟从救主的榜样，透过学习神的话语和加深我们的信心来准备时，我们也能够汲取神的能力来抵抗诱惑。这个是他在2020年10月持守的能力的这篇演讲里面谈到的。然后另外呢，研读经文到底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罗素纳尔逊会长他就说明，他说每天固定的研读摩尔门经能够给我们力量抗拒诱惑。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应许只要每天前进的研读经文，就会每天做出更好的决定。我应许只要 沉思你所研读的经文，天上的窗户就会开启，你会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和生活的方向。我应许只要每天沉浸在摩尔门经中，就能免于今日的诱惑，甚至那席卷而来的色情，以及那会使人心智麻木的其他洗礼啊，这些我们都能够抗拒。好，可以免于这些诱惑。所以这个是在2017年10月摩尔门经如果没有这本书，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这篇演讲面谈到的。然后呢，十二使徒理查斯考的长老也教导我们要背诵经文。然后呢，他说要以明智的方法来拥抱科技，在你的电子装置上将重要的经文画记下来，并常常温习。若你们年轻人复习经文的频率能像你们某些人传简讯那样频繁的话，很快就可以记住上百条经文章节了。我说在你们需要的时刻，那些经文会成为圣灵给予你们灵感和指引的有力来源。就是他在2013年5月获得家中的平安里面讲到的。那另外呢，他在另外一个演讲里面 就讲到说，经文就像是个好朋友。他说经文能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忠实益友，当我们有需要时，经文总是能够提供协助。所以呢，学习、沉思、查考及背熟背经文，就像是在档案柜里面 存放了很多的好、很多的朋友、价值观和真理。他说，让我们不论身在何处，都可以随时请益和取用。这个是他在2011年10月的经文的力量里面讲到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也被教导说，我们要研读，然后要沉思，然后要写下来这些我们学习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另外有一个长老，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用这个来设立目标帮助我们学习。这个是他在那个2015年10月
德温杜兰，就是主医学会长团的第一支理。然后他在他的《我的心不断诚实着》的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然后在他这篇演讲里面，他其实有两个邀请，他邀请就是年轻人。那我觉得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他就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每周都存一点钱，固定存一点钱。然后第二个他就是说每周都晨思背诵一节经文。然后这个晨思背诵是英文叫做 Pondwise。然后他说这句话，这个字里面包含了80%的沉思跟20%的背诵，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怎么做。他说第一个，他说你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选出一节经文。好，一周只做一次哦，一周只选出一节经文，所以每周做一次，选出一节经文。然后第二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每天把这个经文读几次，好，读或是想个几次。然后呢，这些他就说去思考什么呢？想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不知道要怎么沉思。他说思考里面的关键字。好，或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其中的那个整个经文的意思。好，然后呢？他说这样努力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的灵性，然后呢，也会有更多的能力呢，更去做更有。会有能力用更有意义的方式去教导跟提升你所爱的人。他说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做，然后他已经持续这样很久了，而且他也觉得说，他说如果你选择每周晨思背诵，你就会拥有对福音更深的理解力。他说新的灵性眼光会造福你的生活。你每星期在思考所选出的经文的时候呢，这些字句就会写在你的心板上，也会写在你的意念中，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轻松的把它背起来了。然后说，晨思背诵经文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思想，去到一个能更接近主的灵的地方，因为救主说要不断的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他说要做到这一点，他说晨思背诵就是一个很简单又具有启发作用的方法，所以他也说那个他认为尼斐是一个会晨思背诵经文的人，所以他说尼斐有说，他说我的灵魂因经文而喜乐，我的心不断晨思经文，并且为了让我的子女得到知识和益处而记载经文。而他在沉思跟记写经文的时候呢，常常想着他的儿女，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断努力用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意念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庭也会获得益处。然后他就举例说，他最近在当时他在沉思的是《阿玛书》的第5章的16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能否想象你们自己在那天听到主的声音对你们说：“你们这些蒙福的人，到我这里来，因为看啊，你们在地面上做的是正义的事，就你们在，就是正义的事吗？”然后那天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他说写在我心里的话是这样，就会想象听到主的声音说：“你们这些蒙福的人到我这里来，因为看啊，你们做的是。”正是正义的事，他说他也没有逐字的背诵经文，可是他会一再沉思这节经文的关键字，还有它的出处。那整个过程最好的部分就是我的思想会到一个更高的地方，而在那整个星期就会想象救主对我说着鼓励的话，而这样的想象会感动我的心，鼓舞我，让我想去做正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思想上都要仰望基督时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只要我们的意念充满了振奋人心的思想跟意向，那我们就会一直，只要我们一直记得它，污秽和垃圾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然后摩尔门经里面就有讲到说，耶稣就邀请所有的人来沉思他所讲的事情。所以他说把沉思背诵当作你个人和家庭经文研读多加的一个项目，哎，不要把这个当拿来取代家庭的经文研读，可是就是多加这个部分的话，他说就有点像你在目前的灵性饮食上多加了强效型的维他命。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太难了，然后他就说困难是一件好事。他说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做许多困难的事，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因为付出努力而蒙得祝福。所以呢，有一些年轻人就会把那个经文放在手机的主画面上，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会跟他的孩子或兄弟姐妹分享这些经文，然后他跟他的妻子就会互相帮助，每一个礼拜之后就会分享对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那节经文的感觉。所以这个他们就设立一个很久的目标，已经就是有设立了一个将近20年的目标，他们在这个努力。然后他就讲到说，德州的一个姐妹做了6个星期以后，她说，我的见证增强了，我觉得更接近我天上的父，神的话正在改变我，把我变成更好的人，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一直被提升，我们怎么会在诱惑当中呢？然后也有一个传教士分享说，我从2014年6月就开始每周晨思背诵一些经文，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些经文，变得像朋友一样，在我遭遇困难时可以依靠。他说呢，然后对他自己来说，他说每周晨思背诵让他更充分的感受到圣灵，他也更加喜欢经文，而这个都是不停的以美德装饰我的思想的结果。所以真的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需要努力。那米斐就说，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道理，看哪父这样说，你必得到永生。那他说要保享基督的话，晨思背诵就真的是在像咬一口 美味的食物。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有时候呢，我看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很好，我真的好想好几天一直都看这节经文，可是我都会觉得说，那我如果这样做，我是不是就好像没有在看经文，好像是不是懒惰了一样。可是如果可以这样做，我觉得真的会很棒。然后他又举例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说耶稣想必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经文了，因为他在那个12岁的时候到圣殿的时候，就跟这些饱学多闻的博士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而30岁开始传教的时候，就开始引用经文。而像我们刚才所谈到，他在受到诱惑的时候，他回答的也都是经文。所以他就是邀请我们真的去这样做，让我们可以因为经文而真的能够克服诱惑。 OK， 我们真的可以克服诱惑。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已经在那个灵性上的高点了，我们真的不会受到诱惑，因为我们已经那个飞机已经开得高高，我们如果那个安全的最低的安全标准是3000，我们的灵性已经在5000甚至10000，我们不会摔下来，我们不会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在这个部分参考一下，做这个ponderize 这件事情。 OK， 就是在这一次的研读，我拿到的资料当中，其实有就问我说，有没有哪一节经文会帮让我觉得可以帮助我抗拒诱惑。那 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有力，反倒是我自己，对我来说诗歌是我好像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如果真的觉得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首先会做的就是把一首那个真理正义必须为呼吸安情年期不顾，我觉得这个会跑出来，或是那个稳当根基。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用杜兰弟兄的这个方法开始研读经文，
让我们对每一节经文都有更深层的理解跟认识跟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经文真的就会在我们受到诱惑的时候真的会跳出来可以帮助我们。然后再来我自己比较想要讲的是就是禁食，然后禁食也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诱惑，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8章6-7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遮蔽，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经文有点难，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对这些事情有很好的解释。那另外我要先引用的就是那个卡尔普瑞特长老，他在2004年10月的合宜的禁食，合宜禁食的祝福里面讲到说，他说禁食一直是神的人民所奉行的原则。今日这是主给本教会全体教友的诫命。他说除了偶为个人或家庭的原因所做的特别禁食外，主期待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禁食。那我们收到教导合一的禁食呢，有包含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连续两餐不吃不喝，也就是24小时。所以你不要两餐哦，就是某一餐很晚吃，然后某一餐很早吃，没有，就是主期用我们做的是24个小时。然后第二个是出席啊禁食见证聚会，第三个是慷慨的缴纳禁食捐献。然后他们自己会做的方式就是从礼拜五、礼拜六的午餐开始禁，然后到隔天的午餐。然后他说，因为教会也没有特别规定，可是他觉得如果出席禁食的见证聚会再回来结束禁食的话呢，会带来属灵的祝福。然后他引用那个约瑟 F 斯密会长在谈到每个月禁食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说主依据情理和智慧 设立了禁食，所以有能力的人都被要求要遵守，然后这个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一项责任。而且除了开始跟结束时的祈祷外，我们在禁食的期间也要常常在个人的祈祷中寻求主。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自己这个长老他们家不会要求年纪小的也禁食两餐，所以他们最大的做法，最好的做法就是说8到12岁他们就是禁食一餐，然后12岁以后接受亚伦圣职或进入女青年的时候就鼓励他们禁食两餐，鼓励哦，好鼓励。然后呢他就说就是他们在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呢，就是教导他们正确的禁食原则，然后家里会一起讨论跟计划禁食哦，所以他们不是单一的每个人，他们就是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的禁食。他说较小的孩子就会注意到父母跟兄姐正在禁食，然后也就会了解该次禁食的意义，然后他们也应该参与禁食开始跟结束时的祈祷。然后他就说，刚才我念的这个经文，他就说那个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他说如果我们禁食祈祷的目的是要悔改过错跟克服个人的弱点，我们不就是在松开生命中凶恶的绳吗？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是要悔改自己的过错跟克服自己的弱点，而不是一直祈求属世上的祝福。好，那他说如果我们禁食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教导福音，更有效的在教会召唤中为人服务，不就是在解下他人恶上的锁吗？他说如果我们禁食祈祷的目的是为了要祈求主协助我们的传道事工，我们不就是想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吗？那如果我们禁食的目的是增加对同胞的爱和克服自己自私、骄傲、专注世俗的心意，我们不就是在寻求
折断一切的恶吗？然后他就说，那主还阐释说，合一的禁食是要把我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所以如果我们透过那个禁食捐献，就会真的让饥饿的人有食物可以吃，无家可归的人有地方可以住，无衣蔽体的人有衣服可以穿。好，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说的是我很软弱，我从来都是在进食的时候祈求自己属世上的需求。好，所以我没有有，所以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到底要为什么进食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我的灵性，然后他人的困难我们会，但是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灵性祈求。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呢，那个约瑟胡士令长老就讲说，禁食若没有加上祈祷，就不算是完整的禁食，那不过是在饿肚子罢了。他说，我们若希望我们的禁食不只是不吃不喝，就必须振奋起我们的心和精神，并提高我们的声音来和我们的天父沟通。他说，禁食若伴随着有力的祈祷，就会有极大的功效。禁食会使圣灵的启示充满我们的心，也能巩固我们对抗诱惑。好，所以呢，除了祈求我们属世的需求以外，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属灵进食，而加上有力的祈祷。我就不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克服诱惑。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照着领袖们的建议这样做的话，我真的知道我们可以克服诱惑。然后呢，那个我也很想要再讲的是，那个尤里西斯长老说，如果我们在思想上谨慎，我们在思想上谨慎也会可以克服诱惑。然后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他就讲了一个我们可以效法救主榜样来克服诱惑的方法。他说，耶稣基督在准备完成世上的神圣使命的同时，也树立了典范。他强调要不断对抗可以阻挠我们无法实践永恒目标的事情。他说，当敌人试图转移救主对个人使命的注意力，几次攻击不成的时候，然后救主就断然反驳基督说，撒旦退去吧。于是呢，撒旦就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救主的身上汲取力量和勇气，在第一时间对第一时间进入我们脑海中的不邪思想，就说不退去吧，然后各位就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然后这对我们心中的渴望会有什么影响呢？然后我们的后续行为会如何使我们与救主保持亲近，让生活持续有圣灵的影响呢？他说，我知道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能避免许多悲剧和不良的行为，这些行为会造成家庭的问题和不和，会造成消极的情绪和倾向，会造成不公平及虐待的发生，或是甚至有那个邪恶的吸引的牵制，以及所有违反主诫命的事情。就是他在2020年10月在每个思想上寻求基督的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那我真的知道，就是我们都可能会面临诱惑，有时候可能就是受到诱惑，然后就觉得我们自己有罪恶感。可是真的，诱惑本身不是罪，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去犯罪，那就真的是罪了。你因为你看，连耶稣基督他也都受到诱惑啊，可是他还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他真的有能力在我们的诱惑当中救助我们。所以我真的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做好
赶快回头。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从头就做好，从头就避免，我们把这事情掐断，它就不会来。所以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真的还需要控制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欲望，这个包括那个性欲的欲望，还有就是不用在很多的事情去试探神，跑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哦，一定会有危险。而甚至在荣华富贵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还要知道，唯有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真的神就会给我们很多，而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死也无法带去的，所以不需要想，就是我们有的已经够了，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学习经文，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思考沉思，并且记录下来这个很好的感觉，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诱惑。再不行，进食也一定可以帮助。然后我个人也觉得诗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甚至如果真的不行，马上跪下来祈祷。我真的知道我们一定有方法可以克服诱惑，但是最好的就是把诱惑挡在外面，让它不要进来。然后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都会很安全，我们都会很平安。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林姐妹。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代表你已经看完了这次的影片。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研讨经文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学习。那要邀请大家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我要请你订阅，请你按赞，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还有一个部分想要请大家可以帮忙的，就是每一次的影片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广告，那我相信他已经不太会放那些烟酒跟那个的广告。那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请你让你的广告可以多转五秒、十秒钟，甚至把它看完，因为这个会给我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让我可以去付我的影音费、跟其他的网络费、跟其他的费用。谢谢您的支持，也很感谢能够与大家同行。希望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建议，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这样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帮助大家获益更多。那这个就是我想要邀请大家的。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